我都没想到是个啥。你看中间一看是一个海星，这么大的海星呀！你笑啥？断了吧，主要是脚，主要在镜头里，比你的头大好几大。我的天，那确实比我头还大。哎，对吧？你拿上来，拿上来，对，给我拍个照。对，拿上来，拿上来，对，现在行了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大海星啊，我头都要跑了。这个海星，哎呀，它是软软的那种感觉，它不是很硬的，软软的。哎呀妈呀，坏了，不小心又给它差点掰掉了。不多说了啊，这个海星你看很娇气呀，先放我桶里。今天真幸运，捡了个大海星。不行啊，放我桶里，桶也放不下。为了防止把它弄断了，我给它找岸边放着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在赶海了啊。喜欢这个大海星的，给我点点赞，谢谢你们，好开心呀！好多扇贝，哟，这里还有一条八爪鱼。哎，这还一条，这还一条。哇塞，这里还有一条，两条，三条。哎，漂亮的八爪鱼，三条。哎，这个好小呀，进我的桶里吧。不错啊，上来一个大海星，然后就捡了三条八爪鱼。天哪，到季节了。那海星啥品种？我还没见过。海星，不知道呀，就是应该是白海星吧。收了，咱继续看看，走吧。哇，我又在这个石头缝里又发现一条八爪鱼。哇塞，这个大脑袋呀，嘿、哎，不错。还有大米，你看，收了啊。看这里边还有吗？我看你。哦、你后边还有一条，在哪儿呢？后边，后边哪里？看，哎呦，你去了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你就这样躺在这儿，这应该是不活了。你看，让我来看看还有活吗？你拍拍它，它变颜色就活。我试试，啊，这太大了，动啊！你看，还有微弱的呼吸了。这底下有吗？哇，没有。哎呀，没有，这里边是好多皮皮虾呀！哇塞，这里离岸边很近，啊，微弱的呼吸，不太活了。你看，哦，这个很厉害，哦，你看，哇塞，大的活力多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幸亏我戴手套，哇塞，我还治不了你了，你看，幸亏我戴手套，要不然得让它弹受伤了这手。哇塞，这么厉害，你看。咱就不收它，跟它玩一下。这里边还有，你看小一点的，它就很微弱，这个应该很厉害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厉害吧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这玩意儿一弹一跳，老高了，跳高高手。你看，啊、哎，摇摇摇，我的天呀，我还没碰你呢，你咋这么厉害？哎呀，哎，这个怎么皮肤和别人不一样？它哎呀，还能蹦，这个腰好，这个它是粉色的，哎，给你们看看啊，人工膜，它都是，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扎到手了，扎到手了，手套都扎破了。对，哇塞，我寻思它扎不破，所以我慢悠悠的，也赶紧剪吧，都是公的，你看，然后那个有黄有籽啊，哦呀，我的天，哇塞哇塞哇塞，它有多厉害，你看看吧。在岸上它都能爬这么快，厉害了呀！先放一下。哦呦，看看这底下还有吗？没了。看看这石头缝子里，哦，小螃蟹。看看，哎，没了。哎呀，发现好大一只毛蛤蜊！你看这么大呀！哇塞，哇塞，今天就捡了一个，回家都吃不着，怎么办呢？他身都懒得切它。哎，希望还能找几个吧。我在这边又发现几个毛蛤蜊，不错吧？不是毛蛤蜊，大蛤蜊，大美贝。放远一点，别把那个皮皮虾打死了。你看这皮皮虾在桶里，这个蹦啊！你看拿出来装死，其实它很厉害。看怎么样，爬起来了。快快快快快快！跑了跑了，逮不着了。哎，哇塞，怎么过来逮皮皮虾？这里还有好多。大美贝呢？黑美人贝，看这里还有一个沙贝，收了收了。这还有一个，啊、这。哎呀，你别看这附近还有不少呢。你们看，在这里又发现大皮皮虾了！哇塞，好大的皮皮虾呀！
这得多少钱一斤啊？很少抓到皮皮虾啊，你看你看，也从来没买过，因为我知道它贵，所以说有时候上去市场问都不问。就这种皮皮虾呀，我觉着得五六十一斤。哎呦，这么厉害、啊！你看，哇塞，哇塞，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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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知道我的手套它都能扎破，不敢让它玩了，赶紧扔桶里，收了。但是我感觉它又很可爱，不舍得放桶里。